全面惡補人物關係，就是這三個人，我們要找出這個 chemistry 出來先，一擊貼中劇情主題。會不會在這個教育的模式之中，我們還有另一個選擇呢？最窩心的野外課程，有最難忘的籌備過程。突然間又會落入個風景，值得的，值得的。可能沒有啱和錯，只不過是這套劇可以讓你知道人其實本身就應該這麼純粹。野人老師製作特輯《野外備課》，星期六晚10點。